心可以碎也可以黑 I'm not afraid 就自己大声告诉自己要做个宋慧乔跟徐若瑄，徐若瑄，爱马仕都跟徐若瑄，徐若瑄，徐若瑄就这么好哦？对啊，是真的很好啦。有人找我吗？来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Vivian， 默契大考验。我有一种觉得，我非常有信心。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穿什么来？这样才是一个团体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所有的配色。那我觉得这么有默契，我想跟 Sony 说，不用考了啦，黑胶直接送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还是来考一下。好，最近最常听的一首中文歌是《假扮的天使》。你有没有在听音乐啊？没事，我没有听。哎，你们的那个那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歌，我这个人，我这个人。因为我最近要练歌，对，所以我就唱，你就讲这首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两个不是应该有这方面的默契吗？没有啊，难怪在电影里面没有谈成。那他唱的又不是我唱。拍完电影之后感情不好是吗？他也没在听。他唱第二题，猜猜爱笑的眼睛，第二个关卡就来考验看看你们认不认得我。哎，有点难，但我知道了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左边。啊！这边。右边。我们在左边。哎，右边。但右边不是那边吗？哎，笑反差大，哎，答对了。嘴唇，我现在就可以演一下，简单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送题，送他是送分题耶。三二一，这个，我猜这个是我，看一下，哦，是我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我。这个蛮厉害的，哎，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感。我竟然连自己的嘴唇都，我会念出收录在这一张 IMB 新歌加精选里面双黑胶的歌单。今仔日你看我的曲，你看我。闽南语太好认了，你把它唯一会的一首就这样。好，所以这首他搞不好小时候听过。为了找寻我的真爱，干巴嘞，有再大的苦，再大的累 ，Who will care？ 心可以碎，也可以黑 ，I'm not afraid， 就自己大声告诉自己，要做个。不败的恋人、哦、不败的，对，我刚想起来了，他连这首歌都不知道，真的太伤我的心了。打他、等一下，我有个东西，是因为我们只有一张黑胶，我去拿一张专辑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太有义气了，生日还要为了我们来到 Sony， 我好开心，我生日可以看到你，谢谢，真的，谢谢，抱一下。